前过年会跟他买佛跳墙，他的炸排骨跟石井面都一样。干你啊，你晒呀！干你就应该直接给他干下去，你怕什么？我骑车。看，要是我就油门一踩就接下去。看你脸啊，我也不吃亏啊，你也没吃亏啊。可以帮我换保杆。对啊，画像一下较好啊。对啊，坑只脚行千倍。我以前不会，我会拉。可是自从我去大陆一趟之后，我就是盖里面，我就发现他们那个开车真的是叫狠。那你来，你他只要觉得他是对的，他油门就给他，不管你。就撞了，来看怎么走，有保险来，反正我车刚好修理。